真的妈的，操！我最爱他了。那可以分手。怎样？你最爱谁？我最爱李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虽然他平常蛮北岸的，可是跟他在一起就很好玩啊。怎样？怎样？怎么讲？等一下，我生日是2003。等一下，干你娘！我不会讲啊，操！我就不会讲这种东西哦。那时候你刚说你没心啊，我心啊！你有听到？你怎么知道听到这种话了？刚刚。啊？没有吧？我怎么可能讲这种话？我对啊，可是付出了许多心力耶。哎、欸，那卡片要怎么写，郑俊翰？啊，那卡片该怎么写的？卡片怎么写呢？就是用心写啊，是不是要没心？用心写啊，要没带心哦。啊，是不是要没带心？你说没笔心哦？不是啦，你没有亲笔笔心，我可以借你啊。你刚不是问我说你要可悲，然后你就说你就没心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是说我快没有亲笔笔心了，亲笔笔心快用完了。